女飞如何思培今朝早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，结果以52秒27破亚洲纪录成绩夺得银牌。恒基表示将透过恒基精英运动员嘉许计划向何思培送出共500万元奖金，并只会向赢得金、银、铜牌及所有晋身八强的香港运动员颁发现金奖。目前送出的奖金已累积超过1200万元，期望所有运动员继续投入余下赛事，为港争光。